会考了后，距离毕业典礼阁有三礼拜时间。为了提供学生更加多元职业规划，伫实习甲军职化参访以外，新港高中嘛提供多元性一场达人讲座甲课程，为应届毕业生提供上实际的升学学习课程。为会考结束了后，甲毕业典礼，避免学生常常无升学压力，产生心情上的浮动感。新港高中邀请来自中州科技大学老师，伫学校内底提供职业课程。透过团队合作，让毕业生了解到团体力量和合作的重要性。那个中州资管系的陈怡静老师，我们今天啊，利用我们中州科大的资源，然后希望把我们的资源带到国中小、国高中，然后协助我们的新兴学子来对未来职涯发展这一块有一些新的认识。那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呢，就是透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协助学生啊，让在未来的发展上面呢，能够用自己的优势，然后在团队合作方面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那我也希望说呢，我们今天来到深港国中呢，能够把我们的大学资源，还有结合彰化县政府的一些资源，然后协助我们这些小孩子能够对未来就业、未来升学能够更多的帮助。新港高中举办一系列高中职军职化参访，并且透过各类职场达人讲座，为在校生甲毕业生提供多元性的职业兴趣开发。我们深港国中在学生会考完之后呢，办理了多项的活动哈。那主要是因为三年级很多人认为说三年级毕业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啊，再继续在学业上面或者是在其他方面哈，能够正常的话的教学。可是学校里面就规划了，除了我们的加强课业之外呢，我们也办理了像职场达人的活动啊，然后生涯发展的研习啊，或者是去参访各个高中职的部分。那也希望说利用这段时间，让学生能够多元了解到我们现在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多元的需要，不单是只是学科上的一个需求，只有升高中才是唯一的路。那所以在整个活动上面配合了升学，配合了所有的那个艺文活动。校方嘛，甲出版社合作，引进巡回书店进入校园，和校主伫现有的图书馆之外开店时也，同时嘛体验册本多样性的世界，强化阅读的重要性。新中华新闻江代锦新港采访报道。